挑战在购物商场里拿还没有付钱的食物然后吃然后离开 so easy， 沙发我最疯，怎么的开心吗？我们现在要去偷人家东西然后偷人家东西吃，开心吗？ No. 我现在心里面也是有点害怕耶。OK， 各位，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到零食区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随便选一个零食然后吃，你选哪一个？这个拿来，拿出来哦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哇，还没有付钱的食物就是好吃。其实我很尴尬哎。君君，现在到你去拿了。拿奥利哦，拿奥利哦 ，OK 吗？怎么了？